今天是个好日子，不单是我们公司潘小蝶提车的日子，也是我们公司杨炳寿买房的日子。来，我们恭喜一下他啊！哇，房产证啊，恭喜恭喜！成为新手中人，来分享一下做对了什么？加入这个平台的话，其实已有4年的时间了。我清楚的记得，当时2019年加入的时候，我是负债20多万的。然后通过自己4年多的努力，也在我们江苏买了一套自己喜欢的房子。对我最深的一句话的话，就是跟对人做对事，没有平台能力不足轻重。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很高的学历，也没有很高的这个能力，都是通过从一个销售小白开始，跟着平台一步一步走来，然后最终在这个平台上去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所以大家发现没有，普通人要改变命运，你们觉得唯一的途径是什么？销售是实现梦想的唯一途径。当你什么时候学会了销售，那你绝对可以快速的改变人生的命运。所以加入大脑银行，实现买车买房。这里面有完善的销售系统，可以让你从一个小白变成一个销售高手。